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魔丸，我现在在北海道，然后 Lawson 有超多天气之子的东西，有炸鸡，有饮料，有冰，然后还有糖果，我买了糖果，因为糖果里面有送卡片。我现在在小樽，这是第四天，对，第四天了。糖果长这个样子，然后里面送的是贴纸，对，然后全部总共有五种，外面包装的话有两个种类啊。对，我现在已经回到饭店，在整理行李，东西超级多的，买太多了。因为最近《天气之子》刚上映嘛，连电视也还在介绍这个样子。那我目前打算是明天会去看《天气之子》的电影，详细的内容就不跟大家分享了啦，因为9月台湾就上了嘛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再去看就好啦。给大家看一下好了，里面的糖果呢就是这一种，台湾有卖那种铁罐，对，铁罐里面的那种硬的这种糖果。然后附的贴纸呢，因为我很好奇啦，所以我就把它打开来看了，其实没有很大张，就是这样子，小小一张，但是还算蛮有质感的啦。超级喜欢新海诚系列的东西啦，前两天跑去夹娃娃，夹到这只。这只是目前呢只有在日本的 Sega 还有一些限定的店家有在做，可以去夹到这样子。那很幸运的刚好有夹到啦，超可爱的。但是他还有出另外六款的小吊饰，这样就有男女主角，那个就太难了，他的机器设定太过于困难，所以就放弃了。这只也花了大概快2000块日币吧，超级多钱的啦。好了，那详细的画面呢？因为我还是有带相机来录影啦，那比较精美一点的画面就等到时候回去再跟大家做分享啦。画完大概2天之后就会回台湾啦，有遇到什么比较特别的事情呢就再跟大家分享啦。好啦，我要来整理行李了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。